1月29日，江西省市县公安机关联合工作专班发布通报。1月28日12时25分许，盐山县公安局接到群众电话报警称，在河口镇金鸡山区域树林中发现一具异调尸体。1月29日，经生物检材进行 DNA 检验，确定死者系失踪106天的胡新宇。1月30日，通向发现胡新宇遗体的树林现场附近多个路口均有当地政府工作人员把守，为了打消家属的疑虑，所有过程都是可以追踪的，有录音录像，工作专班的工作是非常认真透明的，我是非常认可的。通报出来，我也进行了转发。1月30日，知情人士告诉上游新闻记者，29日下午，遵照家属意见，相关工作人员在盐山县殡仪馆对胡新宇的遗体进行了尸检，整个尸检过程持续约3个小时，整个过程都有家属和律师见证。尸检时间较长，我是尸检前后都在现场的。针对记者提到的家属方面是否对警方搜查工作存在疑点，该人士说，我代表我个人认为警方的工作是非常认真细致科学和透明的，但有些地方确实比较偏僻，有很大搜寻难度。